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七条，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即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啊，政治生态啊，是令我唞不到气。即是我又觉得无奈，又愤怒，又灰心。再有时事节目主持人封咪，商业电台主持人黄毓民话，封咪的理由是身心感到疲累。我觉得香港现在的情况呢，现在社会的分化、社会的言论是我参政以来，在1978年参政以来所面对最严峻的情况。即使你可能你已经觉得自己乖了很多，其实但实际上在他的标准你仍然是不够乖，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放心过。我觉得现在传媒里面是有多少敏感过敏，甚至有些神经质添。言论自由后面还有一件事是更基本的，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我觉得我们丧失的不是直接针对言论自由，而是后面那种免于恐惧的自由。七年前，香港回归前夕，铿锵集探讨过香港新闻界对自我审查的忧虑。当时接受访问的记者说，虽然没有实质证据，但是有前线工作者强烈感受到新闻界笼罩住要政治正确的气氛，香港传媒正在自我审查。临近九七，有些有型，有些无型的，所谓新闻自律，那个阴影很大，整个社会大家都很关心，很担忧。所谓新闻自律，其实这个是一个感觉来的。这个感觉是记者协会我们感觉到，读者感觉到，记者和可能写稿的作者都感觉到。但是跟着下来就是说，这个感觉有几是事实，同埋怎样去得出个结论呢？其实这个就很模糊很抽象。你现在是不是感受到那种压力呢？其实是有的。是什么来的呢？那些很难说，因为譬如我自己报馆本身就不会真，或者到现阶段都不会说有些人告诉你这件事写得或者这件事不写得，即不会是这么去到这么恶劣的一个程度。但是我想从有可能有一些迹象是会让你看到未来的情况是会没那么好。只不過是將那個當他的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當更多的新聞工作者退縮的時候，這個自我審查的現象就會加劇了。甚至呢，經過若干年之後呢，可能去到一個地步，目前認為是自我審查的行為呢，到時呢大家習以為常，當作是正常的狀況。自我審查那件事呢，其實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應該有的，但是有些人沒有做到，或者啲傳媒沒有做到。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报道一样东西或者发表一篇言论，是对这个社会有没有益的？自我审查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审查。在共产主义国家来讲，新闻只是一个传声筒，一个宣传机器来的，就是宣传党或者宣传国家的政策。但是在西方国家来讲，新闻自由或者所谓传媒的作用，就是一个第四权力去监察政府。一直嚟讲咧，香港即系或者我哋接受嗰套所谓新闻自由咧，就系只要你系客观公正，其实就基本上乜嘢都可以讲。麦燕婷系资深记者，七年后今日仍然做紧前线采访工作。当记者20年，回归前采访过中英谈判。佢话今日要报道新闻，已经失去往日那份无所顾忌的空间。国家统一这些言论的时候，很难接受一些批判性的意见。在84年的时候，香港前途谈判，有人说香港要独立，那又怎样？有什么所谓？因为大家拿出来讲，讲完之后大家你不切实际啊，大佬，你食又靠人，水又靠人，你讲什么独立呢？那个意见那就自动消灭咯。但是不是不会被你讲的嘛，亦都不会说因为你讲了这些东西就觉得，你搞港独啊，那没有这些东西的。
但係而家唔同啊，而家俾我感覺係你如果而家講咧，係會真係俾人哋歸類你係呢啲嘢，而從並且咧係採取一啲可能打擊嘅行動啊。講到失去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嘅呢個危害咧，我相信係冇乜市民比我哋工會嘅前輩係更加感受得更加多，因為30多年前嘅事咧，啊舉個例就曾議員嘅兩位家屬咧，亦都係被呢、這個即係殖民地政府係逮捕入獄。我亦都同一啲左派人傾過偈，佢哋其實有真係有同我反映過咧，喺60、70年代嘅時候，佢直情係講都唔敢講，即係直情唔敢講我嘅主張係啲乜嘢。其實喺佢哋嘅心裏面，佢都話佢好壓抑，好唔舒服。咁有時我會，但到翻轉頭，即係而家睇。我又覺得我哋係咪去到另一個極端呢？喺任何時候，我有意見，我都係可以表達，我都係可以自由咁樣去表達，而唔係話啊，而家環境唔容許啊，我哋就收下聲先啦。到冇咁緊張嘅時候，就可以即係大家又再可以大明大放。喂，呢個大陸嘅狀況唔係香港狀況喎。一國啊嘛。嗱，我哋講緊兩制啊嘛。If you train a dog to act in a certain way, you know, and every time the dog does a particular thing, you hit the dog on the nose with a stick. After a while, the dog begins to behave in a certain way. But we wouldn't say that the dog is censoring itself. We'd say that the dog has learned something. And I think that that's what happens here. I think the journalists here have learned.有近400名学者在报章刊登全版声明，题为言论自由亮红灯，我们决不能坐视。声明提到学术界对近期连串封咪事件深感震惊和忧虑，又指学术界会继续以理性的态度发言，尽力捍卫言论自由。可能有些人的理解认为传媒的责任只是监督政府，固然这个是传媒其中一个责任，但我觉得傳媒亦都有責任咧，去幫政府宣傳政策，推動佢嘅施政更加順暢。係咪要8分光明面2分黑暗面咧？可能喺佢嚟講，喺呢一個咁樣嘅戰線上高，佢唔覺得係嘅。佢希望你哋全部都統一戰線。現在由朱啟軒報告新聞。今日是64事件15周年，在天安门广场清晨大约有1000人观看升旗仪式，广场的保安明显加强，每隔几十步就有公安站岗。梁文道一直活跃于文化圈子，今日由商业电台一台台长到接替封咪的郑经汉主持封烟节目，直接参与大众传媒。即是现在很惨，就是我们玩紧个表态政治的游戏。泛民主派的讀者又好，聽眾又好，他們是很敏感於一些很細微的東西，你說的說話之中，你寫的東西之中，有少少他覺得不到他的標準，他就會立刻懷疑你是不是轉態。可能某個人他的言論是挺傾向民主派的，你已經在這個位置，但是揸住這個位置的聽眾都會說不得，你這樣咁你真係你嗰邊㗎啦，咁樣咁即係等於對另一邊所謂反民主派或者所謂親中派保守派人嚟講都係咁，即係你冇任何中間位企呀，你亦都冇另一個可能話我跳出嚟，我唔喺你哋呢個光譜度玩，我用另一條線嚟睇得唔得呢？咁原來都唔得㗎。对于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时代周刊》发表言论，呼吁中央需要信任港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就回应说，有立法会议员的行为和言论难以争取中央对香港更大的信任。在过一年来，我都看到一些，就是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令到中央开始对香港失去信任的事呢？譬如今年1月1日的大遊行，用到還政於民的字，或者一些大型的遊行集會要結束一黨專政，不和諧的原因就是少了包容性，少了大家的諒解。誰諒解誰呢？所有人，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你的上司，包括政黨和政府，一般市民和政府之間，政党同政党之间，政治取向之间，这个就有一个矛盾的，这个事实上不容易解决。包括李柱铭
他被人批評他不是愛國的人，他是吳三桂，他是賣國賊的時候，他出來回應第一句他就先說我很愛國，你不要說我不愛國，我老豆都很愛國，你不要說我老豆都不愛國，你一這樣說你就大鑊。為什麼呢？如果真的理性的討論的話，我們討論的地方是不是應該等等，我們不如談談為什麼我們說政制發展會跟愛國有關呢？我們愛國究竟是什麼呢？即為什麼不是先這樣去討論問題呢，而是首先說我很愛國，先承認了或者肯定這件事呢？這種政治呢，只是單純的表態政治的時候呢，到最後呢就赤裸裸的一個實力的血肉交鋒。如果2007-2008年就实行双普选，明显偏离了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的轨道。家和万事兴，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人，都要广泛团结。关键是要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就好难忘，你是见到啲火红红嘅画面，然后那个坦克车系咁样压过啲嘅唔知咩物件咁样。一代人咧系一个共同嘅创伤嚟嘅，其实是个伤口嚟嘅。呢个伤口咧系越来越痛添嘅。我对于和谐啊、政治要揾共识啊呢啲讲法咧系好反感嘅。政治唔系揾共识，政治系乜嘢咧？政治系将社会上边嘅分化，将社会上边嘅矛盾，将社会上面的对立呢导引去到一个理性的平台上面，去大家去砌去谈，找共识其实不是目标，找共识可能是一个结果，坏了个闹钟这样，稳定是中国人最喜欢讲的字眼。然后就好像假装这个社会呢是没有分化的，这个社会上面是没有不同的意见的存在的。逢讲政治就等于是分化，逢分化就不稳定，逢不稳定呢就不能搞经济，经济就不会好。那即是说呢，将经济和政治很简单地对立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呢要动员，就是可能不同阵营都要动员一些人去登记。电台烽烟节目今日是议事厅以外另一个论证平台，社会积累的不满越深，这类节目越受欢迎。咁就真係要諗下點解呢啲就算係介乎漫罵嘅一啲咁樣嘅批評呢都依然咁有市場，係咪反映到香港的確出現咗好多問題係急待解決呢？咁樣呢個問題我知美國最近都拗緊啦，因為上次美國總統大選就有好多呢一類問題發生啦，係咪個選票上面。理性的意思就是说是用很逻辑的方法，有根有据，有事实证据去组织我的推论，然后选取了一个立场。如果你说持平真的没有立场，譬如说那些各打50大板，对我来说这些不叫理性，这些叫犬儒。现在来说呢，又被人的感觉就是说连出气的地方呢都好像少了，甚至是没了。这样的话呢不代表民怨是沒有的，只不過是民怨是沒有一個地方去宣泄，而是藏在每個人心中。這個這樣的情況亦都可能會透過遊行，或者是透過選票，透過其他這些其實不是應該正常去做的事去發洩了出來。我呢就在上一年呢，坊間所謂一步一看兩支咪，其中兩支咪烽煙節目主持人黃毓民和鄭經翰已經封咪，而一部所指的是《蘋果日報》，是另一個出氣口。報紙的編採手法出位，被傳為打壓目標之一。《蘋果日報》那種編採的方法，今天的不理性的局面，你們有沒有責任呢？哦，這個也是很爭議性的，但是我們覺得就是我們都是反映回香港市民那種情緒。即是 我想說的就是，例如去年7月1號50萬人，或者有些人覺得超過50萬人，有那個民意其實真的很強烈的。那我們做一些很非常的動作，這樣去報導，這樣去包裝，其實就是非常時期一種非常的手法。如果是沒有民意基礎之下呢，是煽動不到的，就姑且用煽動這個字眼，也就 我其實有保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們
那種做法其實真的反映回當時的民意。在你們來看，民意是不是就是跟市場有一個 等號在這裡？是，其實是 很接近的。千禧年代一個什麼的節目？吳志森為什麼要下調自由風？就是因為吳志森他自己受到很大的壓力，而他受這個壓力他也說得很清楚，就不是受香港電台的壓力， 是受社會上的部分人士，包括一些報紙的抨擊，對他而他受到很大的壓力。而我們呢，鄭兼瀚封麥相隔一個星期，香港電台宣布封煙節目主持吳志森會被調離原有節目，港台發表聲明，純粹人事調動，外界認為香港電台是下一個被打壓目標。即是我們如果對自己要求高的時候，自然有一種壓力的。政治沒有壓力嗎？政治壓力、如果大家覺得是在一些有職位上的人對你下一種命令的話，那這組到現在為止都從來沒有過的。批評呢？批評我想批評可以說是意見，我記得我們各方面的同事呢都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當的是聽眾而已。如果 你真正正都很難當特首是聽眾的。特首到現在為止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話，喂，這個節目不要做，即是我會覺得是不是政治壓力呢，就要有一個渠道，一個正式的渠道。如果譬如說言談之間的呢，可以大家會覺得是一種、意見，意見當然我們要一個重視的，但是意見不同命令，即是你說政治壓力，那是一種命令式呢？那意見我覺得所有人都可以提意見的，即就算一個位高權重的人，你不能夠說位高權重他就不說話的嘛。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最近去信工商及科技局，要求澄清廣播處長朱培慶調職傳聞，局方回信重申港台不偏不倚的編輯方針，工会认为未能适宜，再次去信要求局方直接回答。香港电台都是一个政府的机构，大家同一架构里面的人去批评你，可能个官就高过你嘅。我绝对是啦，绝对系啦，即系所以系我哋戴两顶帽咧，我哋戴两顶帽咧，其实我哋自己好知道自己定位系点样嘅。点定咧？定位咁，我哋喺工作嘅时候咧，我哋系会一个系傳媒機構嚟噶嘛，我同其他傳媒機構一個工作人員咧冇分別嘅，我哋嘅記者就係一個記者，我哋嘅編輯就係個編輯，係嘛？當然你論官職嘅話咧，我哋喺政府部門係芝麻綠豆嚟嘅啫嘛，但係我哋呢啲官職咧係我哋要處理啊喺個政府程序入邊做嘢嘅時候，就會需要嘅啫。但係當我哋係一個傳媒工作者嘅時候咧，我哋記者就記者，編輯就編輯，編導就編導，節目主持人就節目主持人。但作為管理階層，其實容不容易分得到呢啲角色？這個我想要有一個自己定位和認識的問題。過去我們說一間公司的股東、董事和經理人應該有一個清楚的分工的嘛。同樣地，一個傳媒的股東和個編輯應該都有一個很清楚的份嘢的嘛，但我們沒有。我哋下一下咧，個老闆嘅意向咧就決定咗成份報紙嘅意向。Hello， 係，唔該曬 ，Hello， 我哋係傾下偈嘅啫，係傾下偈啊，即係唔好搞到咁但都始終都要傾啲即係敏感話題，啲市民都有興趣知嘅，咁係咪敏感好難講。由大律師組成的《基本法》45條關注組搞網上電台，設置平台論證，這晚請來民建聯主席馬力做嘉賓。即無論你是什麼黨派都好，即都有這些情況，你擔不擔心呢？其實馬力就其實恐嚇信我都收到了兩封，即寄來給我，一打開就是即殺死土共啊，即我咁佢講緊我啦，係嘛？即呢類都有。係，如果你話要靠啲有牌嘅嘢，同埋你要靠好多資本嘅，好多人買起你，咁你點樣樣喺一個咁即係資本商業社會上，你去發放一啲資訊咧，搞網上電台啊，呢個係一個可行嘅方式咁樣咯。想控制言論呢樣嘢咧，即係從個當權者嘅角度咧。我覺得是一些自然反應來的，
即係邊個人其實都唔中意人批評㗎啦。雖然你點樣講得自己點樣偉大，即係話哦，即係一定要有言論自由啊，有即係新聞自由啊。但係其實你可以想象任何一個政府，佢都係想控制嘅，都係唔中意呢啲嘢嘅。咁但係你從一個社會啊同埋市民嘅角度咧，你就時時都要即係。自己都要堅持，同埋要自己要明白。好多時候你收到嘅資訊係咁多，但係幾多係真真正正嘅事實呢？想盡量用緊一啲最簡陋或者最普通嘅一啲嘅資源或者器材，去嘗試表達意見同聲音。而家話冇咗言論自由，話個空間收窄。都是放在傳媒那裡，你帶著我一起參加支聯會，有些事情想去做，本身這個態度已經是一個主動了，而我們現在還用頻道就是一個主動的態度來的。為什麼這麼多的警員站在這裡的時候，麻煩你開路，本來就應該是的出路咯，但現在好的，即是在馬路那裡，其實站在馬路那裡，不要誤信自己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其實言論自由都是大家一起去 收窄或者是擴大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